我把它烧起来。滴个滴，滴个滴。肌肉萎缩。肌肉萎缩。他说效果是肌肉萎缩。哦，是预防哦。看清楚啊。肩。少了两个字就不是就差很多了。麻痹肌肉啊。预防啊。然后萎缩啊。那你怎么不说四肢瘫痪？然后预防效果。肩舒缓。怎么酷炫？那不把它打开？哦，它有副电池啊，这么赞！哇哇哇！你会拍到我的膝盖是吧？你有膝盖是不是？膝盖。我在这根本夜课哦。你看这夜客魔哎，夜客魔到底长怎样？什么可以都，我怎么看起来像那个一颗一颗，然后放上去，是平然后躺平，对对对，现在长得像。那这个是怎样？平豆，这是拿出来。那这个是要干嘛？这个是贴片啊，这个你可以用完就把它贴上去吧。这是收贴片的地方。对啊。那还不赶快拆！快拿起来！快快快拆拆拆！哇，这里还有一个是什么鬼？拆！还有线，是这样。耳机啊！你带啊！这是没有要退货。应该是没有，但这个退货要寄回去。他没有工具可以拆啊。什么东西？对，而且我不知道怎么拆，你可以用这个拆啊，你拆。好吧，有什么可以拆？这根耳机啊，你看这是耳机。哎，汤匙刚刚好，小子。这是耳机吗？你大呀！你等一下就把那两片贴在耳朵上。也触电耳朵。你直接耳朵开始颤抖。啊，这是可以洗的吗？可以。他后面不是说可以水洗三百次？哦，是水洗三百次哦。他哦，水洗 OK。怎么有日文又有数字又有英文呢、啊？多国语言。为什么水洗都 OK？ 快开了没？你加油，慢慢转，手黏黏。这个。ABS 塑胶，好，触电了，我们来看一看，要看说明书吗？他都写日文的，那应该有中文吧？没有，他完全没中文，日文没有中文。这么日文 ？Japanese。可以去 YouTube 找影片。我的。他们可以开始触电了。你们插在下面。先来看一篇。这么神奇啊！
他说洗完又放在冷藏室诶，放置一晚是什么鬼？喊他的，他也叫你这样收起来。哇，原来是这样，因为是收纳工具。对啊，开贴了。贴，你怎么把它开上去？你先把它放在收纳工具上面。你要先把它贴上去。你先贴上去再擦。这样，然后把它打开。你这样不会发生任何事情。不会发生任何事情。哦，这样可以收了。嗯，你这个是可以，啊？他就叫你把线拔掉再穿上去。这机器跟……他说不要把线缠在机器上，不然会断掉。哇，是琵琶型。他叫你用少量的水洗，他叫你不要水龙头开太大。啊？他觉得，叫你用少量的水，不要开超大水龙头。少量的水。是这样啊。也是看图说故事的。没有，他是会写啊。少量的水啊。哦，他写中文啊。你以为日文是什么组成的？它、啊、怎么用啊？可以贴手上啊。有强度。贴你关节啊，贴你膝盖上。哇！可以贴你膝盖。然后你撕起来就少一块毛这样。看出了什么？他没电。我看不懂他在写什么东西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看不懂。你看这有什么？哦，有东西的。好像是有东西吗？还是没有？我也不知道。他不是就叫你选你要治疗哪里？关节，可以治疗关节。就你的膝盖啊。欸，那我还蛮适合的嘛。那你就把它贴你膝盖上。对啊，把它贴你膝盖。他说你可以这样贴。哇塞，那是什么鬼？欸，那就是一個上一個下，那就跟我附件一模一样。一个在膝盖上，一个在膝。然后嘞？啊，你另外一块。你另外一块也要贴啊。你另外一个贴另外一只脚，啊，是两个一定要一起用吗？对呀，啊，两个都要贴啊，你只有贴一个怎么用？一个，它是要两个这样子啊？你贴在不同位置啊，你贴大腿好了。没有啊，没有，他这样写啊，我们先依照说明是。他怎么知道怎么用啊？他也是一直闪这个啊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嗯，可以啊。然后他就关机了，但他应该是不是没电啊？他有说这个东西，但我们需要翻译。还是你看得懂？翻译啊！我要 Google 一下。哦，有诶。有在震啊！对啊。吓大腿在动诶！是你大腿动。抽筋诶！它有频率吗？看起来有就是不同功能，就是不同频率吧。他有吧？好像有强跟弱吧。关节。现在有动吗？没有啊。哦，话说他在闪那个东东西，你没有贴在你身上，哦、然后30秒后他会自己关掉。没有贴在身上。
有有在动。超级吗？那我现在碰你，我会触电吗？他感觉在搔痒我的关节，搔痒你的关节，还蛮酷炫的。那这样就不用复健了，你就自己用就好了。自己应该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吧？应该吧？感觉是没有他们那种那么。他那个强度可以超强的，会直接把你电到飞起来。这个应该是最基本比较安全的。哦，有感觉。你有感觉啦。酷欸，那还不错啊。挣多少钱啊？我不知道、啊。你不知道多少钱？我每天一到两次。太酷了吧！2000块吧。啊，这说明书好像也没什么好看的。没有啊，我都搞懂了。对啊，没什么好看的。遇到问题再看说明书就好了。